一分钟教你轻松搞定弹网问题。好，哎，慢点了，先把这个节奏先调好。啊，因为你核心没出力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动作问题，啊，这点就是你没点，你的就点不动了，那最忌讳，最忌讳求你看别人怎么要用，你看，就这样，不要说爱。最忌讳这样，就是拿这个球，好了，慢一点。哎，先把感觉点，我们先要知道我在哪个平台上，然后慢慢的用优化程度，好吧？你看，我手拿前面跟球手来跟球，跟出来，看到没有？简单吧？跟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东西，也不需要那么多东西，对吧？跟出来，先把这个感觉找到，再来，跟出来，对一下，对了，再来，不要跟那么快。球快点快，球快点快。好，哎，对了，球，节奏先调好。好球。